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3月26号，美国杜夫同乡总会村民晚宴"春天的约定"在纽约隆重举行。最甜的水是家乡水，最深的情是家乡情，最好听的话是家乡话。晚宴全程用家乡话沟通交流。晚宴开始前有醒狮表演和彩庆仪式。美国东部同乡总会2023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黄伟民会长和陈伟雄理事长分别致辞讲话。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顺手了让总会做得做大做强，更加倾昌盛，更加团结的集体承诺，使之不宜越战越坚。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我要真诚地感谢总会的所有的理事同事、义工、同乡会所有的会员、乡亲们和在座的每一位贵宾，感谢你们多年来的无私奉献、齐心合力和无条件的支持。你们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决心，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这将成为我今后继续自豪地、忠实地全心全意为同乡总会服务的动力。我期待着已在座的各位携手合作，为取得进一步的成就而阔步前进。再次真诚地感谢各位，请各位尽情享受我们今晚的家乡风味、家乡的美食，尽情欢赏节目，互通有无，一起度过一个美好而难忘的晚上。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发达。多谢大家。首先我的外表，我们东部同乡总会理事会多谢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春宴。今晚宾客盈满，而我们乌服的乡亲要在凤凰城碉楼欢聚一堂，希望大家尽情享受欢乐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乌服红乡会一定会对冲飞黄，祝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侨领、各位来宾、亲爱的都湖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啊，和大家有一个春天的约定，来到我们的这个凤凰古城，和大家欢聚一堂，共度春宵。那么，受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委派，我和我的同事王成领事一起来到这个和大家一起。那么首先呢，代表黄平总领事，代表吴晓明副总领事，中美政界商界名流、兄弟侨团领导和杜夫乡亲汇聚一堂。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理事刘斌、王成，州参议员屈一文代表，纽约州众议员柯顿、祝永嘉等莅临现场。大家一起庆祝呢个春节，希望咧下一年可以有机会喺呢度再同大家相聚。多谢。I'm so happy to honor my son, Family Association. I'm half Thai, half Thai.
So part of me is part of your association. 我好開心今日受到大家邀請嚟到呢度。我亦都係算係半個台山人，我亦都好覺得感謝大家嚟到呢度嘅時候，都算大家算半個同鄉。大家好。This association is so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hat it does is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nd helps them. 杜甫同乡会在我们这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杜甫同乡会把我们大家都凝聚起来，帮助大家。国会议员高德曼先生特意发来祝贺视频。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friends at the Taishandu Hu Association of America on hosting their annual gala. 美国杜甫同乡总会历来坚持把同乡会作为联系乡亲的纽带，为乡亲谋福利，又能做到心系家乡，支持家乡建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而做努力。95岁高龄的陈彦甫先生作为老人代表登台接受敬老红包。经美国杜甫同乡总会理事们一致同意，推荐陈彦甫先生为美国杜甫同乡总会元老，并颁发了荣誉牌匾。牌匾上写道：“尽心尽力，不求名利，无私奉献，德高望重”的16个字，概括了陈彦甫先生对美国杜甫同乡总会做出的贡献。现场观众纷纷起立致意，祝福老先生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这是美国杜甫同乡总会的惯例，会向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敬老红包。总会理事会向优秀的会员子弟颁发奖学金。今年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人数超过了历史记录，共14个获奖，大学和特殊高中过奖一半，可喜可贺。王伟明会长、陈伟雄理事长、费城 Elegant 公司总裁麦宾先生为获奖学生颁发了荣誉牌匾和奖学金。晚宴进行文艺表演和抽奖活动，场面热烈而温馨，时时刻刻体现出一片家乡情谊和老乡情怀。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你看大阵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彩星光祝你有个欢乐年，开怀又胜老去。
第三位，祝愿中美两国友谊长存，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干杯！哇，好重手啊 ，Christine 啊！我几乎都未抽过咁重嘅抽奖箱啊！文艺节目丰富多彩，有大合唱、小主唱、舞蹈表演等等。每表演完一个节目，都赢得了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晚会最后一个环节是大抽奖，奖品丰富，有苹果手机12两个，电脑笔记本两台，50寸 4K 高清电视机两台，现金红包6个，每个100元。整场晚会掌声不断，笑声回荡，喜气洋洋。
哎，大家好，我是美国都湖同乡会的会长王伟明 Raymond。 三年来啊，我们是也是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期，因为是新冠疫情啊，新冠疫情我们是三年没有做过这个春明晚宴。我们这个同乡会呢，就是今年是大约十三周年。哎啊，我们虽然是一个镇，一个是台山一个镇，都湖镇。我们的老前辈就是在很久以前，100年前已经来到美国了啊。就是今年这个春运呢，有很多乡亲，有很多公司个人是捐了很多钱给我们的教授基金，还有是这个我们年会。我希望今年未来的这一年，将来我们的乡亲就是由同乡协力来把我们的这个同乡会办得最好啊。最后呢，祝各位乡亲身体健康，家庭更幸福啊，事业有成。我叫陈伟雄，是都湖同乡会的理事长。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湖同乡会呢，这个龙源中心就是瑞香龙源中心的话，我们所有的理事都坚持每天都营业，所以我们在那楼开个乡亲呢，还是可以有个地方出业啊，然后有个地方会回落。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话，所以大家来的乡亲都很快乐。只要你敢成功，高伟伟就敢采访。只要你被高伟伟采访，你一定会更成功。